Coba an Hello，我唱小猪耳朵是含北唐潘真好义李宇真。我早上9点没有直播吗？看一下。对，没有错，我早上9点没有直播，忘记了。我以为今天是6点播，那6点也没有很准时。牛平丹、唐伯虎点秋香，千变万化不见岁月任风歌，晚安。下次改6点，对啊，之后都是排晚上啊，好下午。因为之前不知道会有疫情，所以都排早上，因为下午要上课，晚上很累。之后应该都是排晚上。妙之映雲，东方夜宴，Hello。饭了吗？吃的，下午的，下午有吃东西。福福猫，Hello，最近发现一个，应该是印尼的歌女歌手吧，她的歌都很合我的胃口，那我就会听。做报告听，读书的时候听这样子，然后我把现在当暑假放，是因为这个笔记怎么这么白啊？是因为老师都把报告跟暑当暑假在出，真的是花轰啊！Hello， 七七嘻嘻。Hello， 桃花哥、小白兔、Z、大乌、乌、HYUN、Hello、QK 男子、加红张志祥、北太天。上尽天良，Hello。对，没有错，忘记直播了。下午很悠哉，然后想说，应该不会是早上直播吧？但怎么好像有个印象是早上直播？哇！看手机才发现，糟糕了。Hello， 上尽天良，白沟恋绝夜，小白兔。令狐麒麟 ，Hello， 勇哥。我觉得今天超废。今天第一件事情做的是又吃早餐，然后再来就直播了，没做什么事情。然后今天要交一堆作业，明天还要交，就是我们体育课有要交影片，要拍那个运动的影片，然后
我昨天拍了，然后我先大腿超酸，可是明天还要再交三部，我只拍一部而已。明天之前还要再拍三部，就是一个把东西全部压在最后一秒做的人，看起来没精神，因为我昨天失眠，昨天晚上喝了咖啡，然后就，哎呦，就六点睡这样子。Hello Maple Quick Sam Kevin Ren， 咖啡真的是喝下去觉得还好，没有很提神，可是它可以撑很久，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撑很久的东西。它没办法立即有提神的效果，但是它可以让你的续航力非常的满，非常的久。然后就喝了咖啡，超晚睡，看可爱的壁虎。壁虎真的是超可爱，我找一下。哇，这不在这只手机里面，哇，算了。大熊、嘉宏、瘦铁、修改昵称加116450202 ，Hello。壁虎超可爱，我很喜欢爬虫类，真的超喜欢爬虫类，乌龟啊、蛇啊，然后青蛙啊、壁虎、蜥蜴类的我都超喜欢。快人勇 ，Hello。网路连线不稳，哇！我是连到了哪一台？我怕老鼠吗？不怕，不太怕。你骗那天传了一张照片给我，生日蛋糕上面放上了几只壁虎，超逼真的。这也不是真的吧？真的就不行了，真的就差不多可以绝交了。叮当 ，Hello， 风茶茶风 ，Hello， 我去拿另一只手机给你们看，超可爱的壁虎。超可爱，我给你们看。你看，那它还，它我摇尾巴哎，它会摇尾巴，超可爱，还会吐舌头，跟猫咪一样可爱。欸，那只壁虎长得白白粉粉的，很可爱，没有像影片拍起来这么黑啊，但是它真的是。太小了吧。超可爱。超可爱，失眠的乐趣。不是，就是你们听到壁虎叫，不是都会这样，这样子很大声。可是因为早上台东早上晚上都很安静，就凌晨跟那个什么，不是宵夜，那什么半夜都很安静，然后就可以听到他们声音，其实会一直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小声的声音。然后你就会，他可能原本钻进去冷气里面，然后一跑出来就听得到，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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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就很小声很小声的声音。很酷欸，觉得超可爱的。刚刚觉得壁虎很可爱，还是真的很可爱。全奥松、杨、Chris 会讲。YC、Simon、陈月笑、无敌、
元清福、夜之鬼神、托女郎、偷梦、明世吉、吉木子、看破。哦，夏侯爵。据朋友说，那个壁虎是奶油做的。哦。那他们切下去会不会觉得有点恶心？我觉得造型，小时候都很爱吃造型蛋糕啊，长大之后觉得造型蛋糕很恶心。前田庆俊 ，WW 名城也 ，BBB。企鹅，立新波，玄庆 ，Hello， 有看过大只的壁虎？你是说那种养殖的那种，就是养殖人家养的宠物吗？就是那种手工吗？不知道去哪了，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那只壁虎，就是钻到窗户外面去，所以它可能有被鸟吃掉，也有可能晚上回来。反正每天晚上都看到壁虎。DMJ 系列送了 Mojito， 思涵说什么？你那边有下雨吗？有啊，前天有下，昨天没下，有吗？哦，对啦，晚上没下，白天有，然后在前天晚上是下整晚，下到昨天早上，昨天下午这样子，然后昨天晚上就没下了。对啊，听说现在大。补水。你在家外面有看的晚上，你是晚上有看到掉下来是不是？可能地区不一样吧。我们这边没下。姚安功夫梦里 ，Hello。你可以过来啊，可以过来这里画啊，这里是不是看不到啊？是不是没有网络？是吗？哈喽亲小叶，彰化有两天下雨，那很棒啊，解决缺水的问题。虽然台东本来就没缺水啊，但是下雨很凉快，不用开冷气，开个窗户，开电风扇，凉快到不行。而且今天吃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有个大落地窗，然后刚好是迎风，超凉快，一打开窗户直接透心凉。因为冷气的凉跟风的凉一定是不一样，风感觉就不会这么干，冷气就很干。明明就是连家里的 WiFi 现在。不要啊！你等下手机又在那边充不饱。但彰化没有水库，台东也没有水库啊。台东有地下水，山里面有很多地下伏流，快乐吧。台东人少，赢了。那彰化有用其他人的水库的水吗？还是就没有？下对白下，有啦，有凉快啦，还是有一点用吧。你的河流啊，至少有河啊，河里面就可以运，就可以有水啊。嗨，我叫幽影 ，Hello。批评别人前先照镜子 ，Hello， 偷梦，这名字很酷哦。
我今天右眼这边是右边，我的右眼好奇怪哦，很肿，很像我拍升学的眼睛，肿肿的，然后往眼角往上。现在没有，也没有白下洗车，放了、啊，太凉所以迟到，没有，我记错时间了，我以为是晚上开播，对，感觉这里的眼睛会往底下压，所以就会大小眼。今天直播开八点，没有到八点啊，七点半吧，或是快七点半之后，就是开一个半小时。我要赶报告跟功课，哭啊！我下次直播应该是礼拜四吧。好麻烦哦！我现在最急迫的功课就是要拍体育课的影片，就是要做运动。可是我现在大腿超级爆酸，大腿跟是背啊、手臂什么的都很酸，是除了肚子都很酸，因为都没有练核心。然后就是一张醒来的时候，还以为自己确诊，就是太酸痛了全身。Hello 人平均，哎、欸，音乐。现在有上课吗？现在很多课都没有上，所以他们都会出一堆报告。然后大概每一科都有报告吧，期中考全部改报告，我哭了，我最爱考试了。考试就是你当下考完就没事，报告你就要花一堆时间挤在那边准备。哎呀，九六 ，Hello。我要去拿什么？刚说想起来，我拿充电线。老公考完试就要放暑假了，对，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完整的暑假了。算就是高中生大学那个是最闲的嘛，不过都要练习，对，然后如果一个没有练习的暑假，那真的是就是大学生暑假，好快乐哦。然后如果疫情还就是一直延烧的话，我如果就不会有培训嘛，那想说会不会开那网络的暑修课程，我就可以先修一点学分，就是目前唯一可以就是我觉得疫情应该不会这么久啦，但是可以那什么，就是往好处想一下。避风亮 ，Hello， 双双默默，我想到以前高中的时候，就是。大家六日都嘛是约出去玩，真的时候还没有疫情，好快乐、哦。就是大家都可以约出去玩，就是高中同学啊，然后怎样怎样的，就我已经是常住，绝对不会出现班底了，就是基本上都要培训啊。然后觉得那时候觉得没关系，好像也出去玩好像也没什么好，没有特别什么特别。但是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就没有培训，六日就没有培训，所以我就。这样，哦，就跟同学出去玩，还是躺在一天躺在家，一天跟同学出去玩，新世界超赞的，
出原来出去玩是这么好玩的事情，我那时候才知道。那高中出去玩、国中、国小出去玩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国小就是可能去，国小可以出去玩什么？国小不会出去玩，没有，国小不会出去玩。国中好了，国中没有什么时间出去玩，国中很忙，国中读书比较认真，然后出去就是一群小仔仔朋友一起出去玩呢、啊，去那个什么书店逛，去成品还是去那种同广有那种卖一点动漫的东西的地方，就是他是去汤姆熊玩之类的。可是高中出去玩可能就是去谁家，然后就是去走，活动比较多远一点，人讲的内容也是不一样，所以你就可以体验不同，跟不同就年龄层出去玩的乐趣是很不同的，可以体验到这件事情。但是培训去台北培训感觉不到，因为毕竟他们不是跟我们长期有共同生活圈的人，所以跟同学跟成员出去玩是不一样的。然后那时候就第一次尝到跟同学出去玩多快乐，去唱歌啊之类的，好快乐。现在我就是在体会那个有点快乐，不用北上的感觉，但是现在又不能出去玩。能出去玩的话，那也差不多就要回台北了，真的是。哎，郑雨薇耶！郑雨薇想要吃鸡啊，但是我在直播。其实我别的手机可以直播，对，可以吃鸡。我在家吗？我在家。我当然是在家的啊。黄瑞和、思远、安安、九六 ，Hello。熊妹还在吗？一凯 ，Hello。在家做什么？睡觉，睡觉，准备学校，都是比较以前学校偏重，不然就耍废。我真觉得太废了，就一种想要重振旗鼓，认真读书这样子。虽然说也没有多不认真啊，那就想要再认真一点，然后就是不要一直玩手机，不要一直耍废睡觉这样之类的，但好难哦。现在是放假欸，现在难得可以有这样子的时间欸，可以长时间待在家里还不废。可是就觉得是我快要被恶意了，真的是不行。YouTube 现在那个悠悠你卡卡鲁不能放了，真的假的？熊妹明天直播五点哦，那没有撞到哇，不然又可以连播了。Hello， 有戏 Hello， 然后悠悠你卡卡鲁。30分钟随便起送，零食饮料就降点。太多广告还不能跳过，不行，这样子。没有啊，可以放啊，为什么？
我朋友刚传给我说那个《尤努尼卡凯鲁》的 MV，被 YouTube 社群认为下列内容不当或可能令部分观众反感。注意，影片内容可能不适合合家观赏，还好吧。可是不会懂啊，小孩子。还好吧，很严重啊。可是歌词也没有很明显啊，我有看过歌词啊，我一开始也没想到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听没有被禁的歌就好了，没有被禁播 MV 的歌。挡播啦，没有说是禁播啦。你星期四也没有约到熊妹啊？你星期四晚上七点，熊妹星期四五点，对啊，就约不到啊，没什么办法。哎，七点吗？怎么会是这么奇怪的时间？真的耶，不过七点了，是可以啦。我想说，可能下课比较不会这么赶。对啊，约不到哎，真的是约不到哎。而且我没有，因为他感觉就是五点播到六点嘛，我没有一个是从五点开始播的，我都是从六点，他是八点开始播。哇，啊，之后的直播都会是六七八点的，不会再排早上了，除非要上课，要上学校课，但基本上不太可能。那，啊，如果说要去学校，真的是，应该是不会临时说要去上学吧，因为现在疫情趋缓了。之后可能几天是上得到，但是学校已经宣布停课，应该就不会再说要去学校了。对啊，要先涂护唇膏，要先涂护唇膏。你下看看下次改五点可以遇到熊妹，可以啊，就在下次。不是下次，下一次排时间的时候可以约到熊妹，我们就三个这样子，三中的合体，我等一下自己排一下，等一下呢，刚学直播就是要运动。拍影片，把影片在运动影片在功课还完，然后我现在先交一下直播报告。对，我都是用你的播吗？Hello， 小潘。啊？不是这只？你要再传一次吗？你要熊妹听你几波？好，我会问他。一定可以。这样目前看起来是星期二跟星期四，二四嘛，熊妹是吗？先交个报告啊。各位等我一下，
浩浩 Jimmy， Hello CJ 103。明天阿丽生日，明天几号？明天六月一号，六月一号生日哦。感觉什么一号生日的人，很酷哎。阿哲，祝阿丽生日快乐！祝阿丽明天生日快乐！然后如果太无聊的话，可以跟 Bell Flower 的群通玩游戏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完成品涵的心愿。刚刚看到你国中同学跑来浪直播，你是说播吗？浪直播当主播还是浪直播来看 ？Rever Hello， 当主播画得很酷哦。当主播，你真的酷哦！你无聊的时候，今天晚上八点看阿丽直播啊？不是啊，我很忙啊，我不是这种的无聊，没事做无聊，就是怎么讲，空虚，不热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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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，修正我的讲法，不热闹。洛克，小猪耳朵。没事。你在这里呀、啊？我要拍照。要拍照了。好。我要把头发剃光了，好热哦！我侧边的头发超多，侧边超厚超蓬，侧边跟后面，耶！你去看他的感冒，你回来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的。我之前在，其他朋友的直播间看到，就是不是浪直播啦，就是跟 FB 直播或是 IG 直播，就他们在直播念故事，我觉得很酷，但是我觉得我办不到，我声音没有那么好听，没有那么像 ASMR， 就 ASMR 很酷欸，就是。可以让人听得舒服的那种 ASMR 嘛，就是身心愉悦那种，真的是很棒啊！
我又开始想要直播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做的，除了弹琴和聊天以外。Hello， 莫吉，谢谢变成星星你们送了莫吉豆，仁哥 ，Hello。我还是当情侣的门多了。哎，不是那个东西。哎，超黑！哦，这个直播间的字好小。充完87%，怎么现在变42%？快了吧！哦，看不到。什么简单的小曲子可以弹呢？啦啦啦！看起来都很炫。哎，这个弹过很多次，但真的实在是还是弹的不怎么样啊。哎呦，好多灰尘！哎，很多灰尘！天哪，台中真的是很可怕，台中的灰尘真的是很多。练琴一定要把琴盖起来，我超不爱惜我的钢琴的，天哪！好 ，Hello Hello， 草莓酱晚安。你弹一个耳熟能详的曲子。
难，就是他很不熟钢琴的人会不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，然后你就是需要一个指法去知道你哪样换手会比较顺。我就死在这里。我钢琴其实基本上没什么看谱，在背谱，凭感觉弹。好，弹到哪？凭感觉弹的结果就会是看不知道正确的音是什么。厨师吧，哎呀，不算是。九六阿哲 ，Ronaldo， 阿米 ，Hello， 现在要弹正确的版本，不能凭感觉弹的。96
没有。从来没有弹过这一段尾奏之后的东西啊，太，就是它是一个有点左右手错开的感觉，虽然说它的节奏是都对上，就是一二一二一二这样子，一个两个，一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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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它的音是错开的，那我只能弹超慢。他们是八度，哇，不是八度。非常难得的弹完一首完整的了。之前就只有弹一小段，然后是弹的乱七八糟，现在就是弹完了，虽然是乱七八糟，但是弹完了啦。突然发现这个尾奏好像没有很难欸，突然发现整首歌好像就开头最难的，就因为指法不知道该怎么变，就是。我觉得最难，因为找不到指法，你可能要已经这首已经弹到这样的弹到这里了，弹到大拇指，弹到小拇指了，弹到小拇指，可是你还要再往，你还要再过去的音，你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弹，所以这时候你应该要先按无名指再按小拇指，不能直接按小拇指再转过去，这样会很卡。然后我就是非常的找不到这个什么，这个指法该怎么办，因为。其实如果有正确指法的话，这首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很炫而已。我好找到一首好久以前，没有到好久以前，就是，是东方的歌吧？作曲是太田顺也的话，应该是东方的歌的。可是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这首歌，前面没有那么好听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慢慢的很舒服。啊，忘记就是。中间那个是什么？太久没弹，忘记那一定是会的啦。不对，立刻弹错。
那个眼镜。好吓人。没有看很快乐、哦。还吧，我还想不到半个。好脏，那一定有用，好多了。这首歌叫《花を梦》，然后母，不知道怎么讲。不对不对不对，就是可以这样任性啊。
怎么变都变成音谱记号，什么意思？谢谢送了行李箱跟幸运四叶草 ，Hello 泪熊熊，透明的玄迷冠杰，鱼平切冬 ，Cool CC 192TM， 小恩 Hello。把电风扇转过来。转过来，你也吹。
你把它拿开啊！快点正式谢谢送来莫吉托，大概就像这样快乐的一种。对啊，三个孩子，然后又东方啊，就很东方啊。难怪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这么好听，就是因为是很像霍尔啊。没有，没事。先听到这首歌的，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我还在憋笑。今天又是接力直播，什么意思？我跟高云爵吗？我没有那么要播那么久了，中间会休息。好烦哦！我就不会，你干嘛把后面那堆东西拍进去？对，直接超。可以吗？没差吧？不许吗？麻掉啊！不是啊。哪个？这个。最右边。这个。嗯。麻掉啊！2000，绝绝直播。2020，地球毁灭。糟啊！爬吧。有没有霍尔简单的谱啊？霍尔的谱都超炫跑了。你要不要看一下？都长一样啊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觉得莫名其妙啊。怎么办？他没有可能没有说是要用在这上面的。没有，我们在讲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没事。我要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你可能就是日常，可能就是不一定会用在这上面的照片。哎。如果你这样就烦恼成这样，你真是没给我尊重啊！你们看看我的，我怎么办？你很多动作，我操，是很多动作。你平常不会用的动作就已经有很多种了。那是我，你要跟我讲有什么、啊？不然我想不到啊。你去看啊！看什么啊？因为我都没有看嘛，我有看啊，不然我怎么拍？我被骂死。版本的，嗯，可是这样弹就不会有什么升降搞混问题，要是我个人技术不足、哎。对不起。干什么？哦，没关系。Horse。最近觉得猫头鹰跟壁虎很可爱。壁虎超可爱的。你来看一下我的表情变化。等一下。
看这个。我不想教体育，不然你帮我运动。三二一，拍完直接变脸。哈哈你给粉丝看、啊。我不要。超好笑。偶像的背后。偶像的背后。不然戴眼镜好像医生样子，我真的如果没有抛那些东西，你们真的绝不会觉得我是医生，我就是个宅炮。你是吧？你们国小的时候有传闻2012世界末日，然后现在？对啊，真的，我那时候超疯的。我们那2012几月几号，然后再说几点之后就世界末日还怎样的，然后那天还有那天放学，小学放学的时候还有。我记得我妈开车去干洗店，然后记得清二楚，然后记得一个那种小小的桥，因为有那种田，稻田不是都有那些河流灌溉之类的，所以就会有那个小小的桥，然后就在那边，然后就看到有那个耶稣光，就是那个光线会洒下来的那种阳光，可以看到光线一丝一丝一丝那种的耶稣光，超美，那天天空超美，很像，可以啊，很像，不行，我不行，很像叫什么？就是感觉里面有天空之城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种光，那天是世界末日传闻的。蘑菇 ，Hello， 好像一个屋檐下里的鸭耶，是一部日剧吗？天气热了，人想睡觉不想上班，那个就是个电影梗啊。哦，2012应该不是2012，更久之前的。不是2012那个的，是更久之前的一个，是玛雅预言那个，我记得是玛雅预言的，但是忘记它是几年的。我已经搬到台东了，那时候，但是忘记了。2012的话，我就小六嘞，所以应该不是2012吧？还是其实是2012啊？随便的，反正都过了，现在都2021了，好热。House easy。你需要打的，打的，有 duet 哎、欸，两人哎、欸，有双哎、欸，四手联弹哎，来，不行，是什么？可以加油，来，什么？打这是双钢琴啊，不是四手吧？啊！哦，没有，是四手。耶、yeah. ！可是这个八什么意思？ Hey. 高八度吗？所以你就一直跟我这边撞这样子。我要打死你！哈？我哈？哦，没事。双钢琴不一样哦，双钢琴是两个都是满满的哦，就是两个都会从短啊，都会按嘴。我知道，行呀，存一下，存它，等一下哦，对，哈哈，啊干，一开始就乱弹。上面是，你休息，耶、yeah. 欸！就刚刚那个谱才开而已啊，是什么差吗？也不错啊。玛雅是2012。对啊，跟那个电影不是一样。不行，他的音太多了。欸，那我要当右手，右手超级巨简单啦。那怎么会是你当右手？只有一只手，这根本是三手连弹啊！你去下面啊，反正等一下你直播，你要坐在这里啊。你要去欸？去啊！我可以放前面啊。前面看不到手啊！日剧，江口洋介主演的哦。刚刚说那个日剧叫什么？一个屋檐下。啊，有看了一个屋檐下里的诗雅，想说为什么刚刚。妈的就是2012 ,OK。啊那个电影也是2012。Hello 饭团刘建古谢松的枫叶超级宝妮。
Hello。还有吉他谱哎、欸，是不是该弹了？哎、欸，真的没有 easy 的霍尔谱哎，就是他可能觉得都可以自己编吧。弹那首《东方的曲子》太像了，晚餐有音乐厅，听不到听不到，这里隔音不错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，除非你在那边边边边砸琴，那才会听到。刚刚那个是什么？就是，这个可能才会听到一点点猫在叫的声音，这样子，就很小声。90年代殖民的曲，哦，这么久的吗？我以为是近代。以前的日剧真的有些是很好看的啦，经典之类的。啊，怕了，怕了，救命啊！也是个好消息。什么？他六点交？不是，没有那么交。八点。看一下。前半。九点。他不太好了。啊？还好了，没有很早，还好。之前有同学帮我弹伴奏，就是在家里练琴，听说楼下吵到不行，吵到爆，然后我妈就突然问我说，你平常真的有练习吗？我说有啊，怎么了吗？可是她说，可是刚刚我才听到钢琴的声音啊，说因为她弹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用力。我妈竟然在怀疑我有没有练琴，虽然是练得很少啊，但是还是有练啊。等一下，你说叫什么？那还有秀很多，就是比如说肖邦的歌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就是很澎湃的那种海浪啊，还是波浪，忘记了海浪吧。然后东风之类的。受不了了。干嘛？烂透了。那你关窗户。没有开啊。我开啊，不然晚上怎么那么凉？有月光欸，我现在。节奏的方面变得超弱，节奏的部分呢是，欸，我没有买，我直接转随便点的，没关系吗？这首是什么？嘿，
很热。你不是不热？我热啊！那时候我那时候不热。嗯，好吧。很热。蛮想的。有。超热！我这是头发，这是什么锅盖？超热，哈，太多头发了，我困扰啊！我不绑了啦，不留长了，我要剪掉，我要去剪头发。我一隔离结束，我就去剪头发。你很烂哎、欸！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要留长吗？很热哎、欸！太快了吧？怎么太快了？很热哎、欸！绑起来啊！它超蓬的。我帮你绑。绑起来是不是就闷着嘛？不会啊。会啊。超热，不行！夸张了，想想看你们团40个人，可是他们就是有处理过，不会像这样一坨头发。我没有啊。有啊，至少在剪的时候，就是为了已经是长头发，那个不一样。啊？就是长头发的修剪方式跟短头发要留，就是讲错，短头发要留长，跟短头发要。继续维持短的那个剪法是不一样的，它不会让我这么痛苦。Hello， 志宏，是。其实中国风的曲子算蛮好找音的，就是因为它的和声就是假设说是五声音阶，就是黑键弹过去就顺顺的，就是中国风的音乐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，所以。不会有太多的音，然后再来呢。这些和声你不管就是 C 五曲二音都很好听，不会很奇怪。对，所以中国风的歌真的很好找音，但是如果当然曲子不会一定全部都在黑键上面，所以有时候要换白键的话，就会变成。所以，他的那个音就会变得不一样，可能变成是，这个位置，这几个音会很常用到。但是就会，就是一弹错就变得很恶心，没有讨论的余地。但是弹对了就
如果再弹在这几个音上面的话，基本上不会太难听。在吃肉桂卷的叔叔 ，Hello。对啊。我现在有一个想唱歌的心，但是我没有一个可以唱歌的喉咙。我现在没有一个想听你唱歌的心。那你要不要给我水？好，烂透了。等一下还要拍捷运，太累了，我想躺在床上。天哪！哎呦，肉桂卷是上礼拜吃的，忘记改，所以你要说上礼拜在吃肉桂卷的叔叔是不是？我昨天也，我昨天吃肉桂卷的张法法。Hello， 老沙首领。就可以那个什么背谱了。刚刚看了一下正确的谱，因为我看弹琴一定要看琴键。谢谢在吃肉桂卷的叔叔送了个枫叶。我觉得防疫期间能够进步的，有可能弹琴可以进步，但最有可能进步的就是煮饭的技巧，就是可以在那绝处逢生的感觉。因为家里吃素，然后就没有什么新香料啊，我就没有什么那个什么。葱蒜类，然后我就很喜欢加葱蒜，加葱蒜我就都会煮了。然后现在就没有葱蒜，然后就要体会食物的原味，然后就开始使用胡椒。我真的这辈子如果有要，就是能不加胡椒就不加胡椒，因为我真的不喜欢胡椒的味道。胡椒盐可以，但是就不会想要在饭里面，就是煮饭煮菜的东西里面加胡椒。可是今天就试着在那个炒马铃薯的时候加了胡椒。哦，超好吃的，而且不是胡椒盐，然后是黑胡椒粒磨碎的那种。然后今天的午餐就是吐司，然后超好吃的吐司，然后好吃的火腿，然后还有炒蛋跟马铃薯。那个马铃薯啊，这是很小块，我把它放大而已。然后优格。然后还有小黄瓜切一切，小黄瓜如果要就是有入味的话，应该还要再放一下时间。但是我很急，我就是想要直接吃，我就把小黄瓜切一切，然后小黄瓜切一切，然后撒盐，没有蒜头可以撒，就是只有撒盐跟油。香油的话就会比较中式，然后橄榄油或是葡萄籽油的话就会比较没那么有味道，但是可以闻到一股西式的味道，西方的感觉。对，高级呀、啊，然后还有苹果可以吃，苹果就加进优格里面，好、哦，健康高级呀、啊。冰箱还有有机，然后还有麦片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吃？蛋，一堆蛋可以吃，蛋最棒了，蛋什么的，蛋真的是最棒的食材，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食材，就可以太多变了，要怎么那什么？千变万化的煮法，对吧？
对，一点羊羊味没有错。谢谢青春发现瘦了mojito。其实我有点想要吃，就是那什么，就是已经自己煮好几天了，很想要吃一点就是家里煮不出来的东西，就是什么，什么卷饼啊那种家里不会出现、不会做出来的东西。面类、饭类是可以煮的，就还好。哎，可以炒饭的，哎，我们有火腿，又有蛋，我们可以做火腿蛋炒饭的。天哪，好像很突然多了很多东西可以煮。我突然想到，不然每次都只有炒蛋、煎蛋，然后目前没有尝试要蒸蛋，然后蒸蛋可以要加点海鲜，会不错吃。然后那个汤，它好赞，想的都赞，可是就没有什么没有煮。没有时间，现在念个排名好了。45。手指特别抖。哈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大家就是直播接替换高音爵直播，一起跟我隔离的伙伴。对，就可以出门了。好想要，对，好想要自己去全联买东西哦，好想自己去买食物哦。食物。对。食物。对。你要买食物啊。食物。食材。买一些盲选食材好了，就是什么抓到什么就买什么煮。那你也是要有钱的、欸、可以啊，啊，我们吃饭的钱是家里的钱啊，而且我有钱的重点、啊、我不是没有钱的选。你今天直播就差不多到这边了，全身腰酸背痛的，我真的是输输了。Hello， 人品君，好啦，那大家就晚安咯，拜拜，我要去忙了，拜。